和得力。德丽莎是不会输的。Hide and seek， 向我朝拜吧，垃圾们。要和德丽莎一起睡午觉。消失吧。人再多一些就能举办露天野餐了。要和德丽莎，我这把油大下去。我这把油大下去，你们都会死。不知道这次能不能刷新最短战斗时间记录呢？德丽莎是不会输的。这半会儿是搞不定的呢。这样的，嘿嘿，这可是学院长的职责啊。金城，我不想值班，我要去海边玩。长得高了不起，是想被犹大砸扁吗？听好了，舰长，把我的漫画书拿过来，快点快点。长得高了不起，是想被犹大砸扁吗？警告你哦，舰长，不许把我看漫画的事说出去。这样
的天气，可以好好睡个午觉。那怎么办？这个月没钱给舰长发工资了。舰长上班又偷懒，这次可被我抓到了吧？哼哼。